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ly 玻璃窗，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的产品，就是 CO2 Master， 它说是用颜女神碳酸面膜，做完之后好像女神一样，当然很开心。因为我平时的皮肤都会比较暗哑，尤其是经常晒太阳，皮肤比较黑一点，它又有保湿，又可以净白，还有就是驻养的功效的。它一 set 的面膜是有两包啫喱的，其实市面上外面都有很多類似的產品，不過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很難去拿捏得到，尤其是如果大家不是專業的話，因為有很多時候呢外面呢就是一包粉和一包啫喱或者水的，而這兩包呢都是啫喱，很容易呢就可以去混合在一起，是橙橙地色的。好，拿完它也有一個帮你去一个混合。其实这款碳酸面膜是 Sharon 律师找介绍给我的，我经常见到她的皮肤晶莹通透，原来这个就是她的秘诀。之后呢就是敷上去的面上，大概呢就30至40分钟呢，你就可以很容易到的。这只碳酸面膜呢是有非常细分子的二氧化碳，对皮肤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会抗衰老和排毒，令到我再叮一声的就是刺激胶原蛋白再生，改善皱纹和松弛问题。过了40分钟之后，现在进行搣的动作，哇，非常水润，整足的手滑很多。你都好想好似我咁水润，快啲嚟试下呢一只面膜啦！